라리짜인 라리짜인 라리나잉 인 예. 인 아쿠 我有问题 이라고라리짜인하고 好 最后一句呢 我需要想一下，所以待会老师不会逼你，我会等你，所以你可以跟我讲说，hello 等恩好阿姑，hello 等恩好阿姑，来你一遍来，好了，等我好阿姑。对，hello 等恩好阿姑，我先想一下，对不对？或者是你可以跟我讲说，你要问候，你要问候，可以吗？可以。好，现在呢，我们的主题就是，哎，等一下哈，我先找一下我的主题在哪里。我的主题是天气活动，哦，所以我们要出去玩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看天象嘛。如果是下雨的话，你们会出去玩吗？也会，对不对？可是一定是在室内吧？下雨天，你总不能说，哎，下雨了，我们去外面打球。是不是？你一定会找户内的，对不对？室内的东，室内的场所去玩。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天气与活动。好，三个字在第一题哦。苏林阿米等于，因为老师是问，你们回答。好、哦，老师问你们回答。第一句，今天天气真好，你想要做什么？今天天气真好，你想要做什么？哦，我翻成主语是방짝구름이아니니。这个从我们的我们已经学了三个月，对不对？三个月已经上了第8次，老师算是第9次了。所以前面的那几个单词，你们应该是不会很陌生。就好比这一个房子很好，还有那个 room 二，对不对？日子，今天，还有，对，room 二，还有现在，啊尼尼，好，所以呢，房子过 room 二啊尼尼，妈咪妈安给说，我刚刚有讲嘛，你想要做什么？所以今天天气真好，你想要做什么？翻成主语是。방짝구름이아니니우마미마안기수우마미마안기수所以呢，你要回答我的是，我去山上巡查陷阱。哦，搞不好，你的爸爸妈妈，阿公，或者是爸爸，带你们去山上去做陷阱。时间到了，你要巡查。你自己制作的陷阱哦，所以我要去山上寻找陷阱。好，我先把几个单字哦，先把几个单字交给你们。好，来跟星星念一遍来。不哒哒一拉嘎咕一路都啊咪一路都一路，你先听我说，我去山上寻找陷阱。不哒哒啦嘎咕一路嘟啊咪哩路嘟滴路，好来路嘟跟我念一遍来山上，山上对路嘟山上背起来哦路嘟，这个哒哒啦哒哒啦，我们之前在那个上周老师教过的那个部落的生活，哒啦哒啦那个都教过了。所以这个我就不便再解释给你们听。好，罗杜山上还有，来跟我念一遍来。巡查叫做米利路，米粒路。对，去那边检查你们制作的陷阱。米路，来跟我念一遍来。米路，李路，米路，对，米路是一个字哦，它是一个字根。可是老师加了一个咪的时候，就是动词叫咪哩嘟。米粒路，对，咪哩嘟是巡查。好，再来一个哦，滴路。李路，对，滴路李是陷路，阱，滴路是陷阱。来，妍希，
底路是陷阱啊，陷阱怎么说？底路来，那个言心是叫什么名字了？主语。哎，我刚刚那吼，金毛刚刚你说灵啊，对不对？好，灵啊，来，那个巡查怎么说？有人知道吗？我好，吴曼安，米粒树，很棒，来自己加一分，自己哦。可是要诚实点哦，你就有一个点了，诚实一点的点，诚实一点。好，对，米粒树就是那个巡查。那请问一下，那个陷阱呢？怎么说？刚刚同学们讲陷阱。陷阱，有人知道吗？底路，你的有没有听过彩虹？底路，对，底路，对不对？那山上呢？山上呢？对，这个是谁讲的？我。金马吉苏。改造。好，这个在我刚刚都没说好，来，诚实一点，又加了一点，对不对？对不对？自己记哦，因为老师没有时间做笔记。好，来，这一句的意思就是说我出去哦，我去山上巡查陷阱。好，乌达呆拉嘎古，来念一遍，来，乌达。好，我再念一遍哦。乌达呆拉嘎古，乌达呆拉嘎古，嘎古，我，对，我去山上来一路度，对，一路度，我去山上来，跟我念一遍来。乌呆拉嘎古一路度，乌呆嘎古一路度。对，我分两段，乌呆拉嘎古一路度，来再念一遍来。乌呆嘎古，嗯，忘记了。好孩子，来看我的嘴型。乌达呆拉，对，嘎古，一路度，好，去巡查，跟我念一遍，阿米里路，已经，对，我已经切三段了，还记得第一段怎么说吗？我已经切了。忘记了，总共有四分之一。来，第一个，乌达呆拉嘎古，乌达呆拉，乌达呆，乌达呆拉嘎古。好，第二个，一路度，一路度，阿米里路，阿米里路。好，最后一个，陷阱哦，堵底路，堵底路。好，来，这个是总共是四分之一，我们接在一起。我先念一遍，好，我先念一遍哦。好，把刘文花过又好，乌达呆拉嘎古一路都阿米里路都底路，还记得吗？我去山上巡查猎物。我们刚刚不是有分四段？对，再念一遍。好，第一段，第一个，乌达呆拉嘎古，乌达呆拉嘎古，拉嘎古，对，一路度，米里路，杜迪路，迪路，背得起来吗？李亚文好，你是。那家，你妈过哪里啊？晚上来，
是吗？打字。很棒哦，好标准哦，连好好把连完了，谢谢哦。乌达呆拉嘎古伊鲁杜阿米里鲁杜迪鲁。伊米里素杜什么？你去哪里拜访孩子？好，我去。注意听，第一个我去，第二个山上，第三个是寻草，第四个是猎物啊，陷阱，陷阱。我们翻成主语是，注意听，乌达呆拉嘎古，一路渡。阿米里路渡底路可以吗？米里路，对，米里路是寻草。阿米路可以吗？米路渡。好，我们一起念来，我们四个人一起念来那个木诺。好，还有嘎照，还有林啊。好，我们三个。四个，好，我们一起念哦。好，来，乌达呆拉嘎古伊鲁杜啊，米里鲁杜迪鲁，来换你们。啊，我要去山上寻找猎物，而、啊、不是陷阱，可以吗？我说今天天气很好啊，那你想要做什么？帮扎古鲁米阿阿尼尼，乌玛咪玛安吉苏，帮扎古鲁米阿阿尼尼，乌玛咪玛安吉苏。来，你们三位同学，请回答。我去山上寻找陷阱，有人知道吗？一二三四，接起来，可以吗？怎么了？不是我宕机吗？不是不是，我在念，有吗？好了，我们一起念。我说，帮扎古罗米安阿尼尼，乌玛咪玛安吉苏。然后你就要回答我说，乌达呆拉嘎古伊鲁杜阿米里鲁杜迪鲁。来，换你们。伊鲁阿米鲁什么？好，没关系，我们把这一句。我们三个同学，三位同学，我们把这一句背熟，不是念熟。我们不急，好，来跟我念一遍。来，我去山上寻找陷阱，翻成主语是乌达呆拉嘎古。来念一遍，乌达呆拉嘎古。好，背起来哦，背起来，背起来，背起来。好，来第。一路渡，一路渡，好，这个也没问题。好，我们一二来接下来，一二，一二，哦，一二，乌呆乌呆呆啦，加固一路渡。好，来，莫诺，欢迎。乌呆呆啦，我怎么说？不，山上。山上，鲁杜，鲁杜，山上，大呆啦，一路杜，一路杜。好，来那个林啊，来跟我念一遍，来林啊，换你了。乌达呆啦嘎古，来念一遍，来。啊，都跑掉了。没关系，来我们继续，来那个林啊，好，我们在玩躲猫猫，对不对？好，林啊。换你喽，好，跟星星念一遍来，乌达呆拉嘎布，来点开，我讲过啦，点到谁的名字，你们的镜头就要打开，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孩子？可以吗？好，来念一遍来。乌达呆拉，拉，我怎么说？我达
嘎固，嘎固，对，山上，一路豆，豆，对，好，来第三个哦，第三个注意听啊，米粒树，米粒树，可以吗？可以，米粒树。一二三，我先念一遍。乌达呆拉嘎古伊鲁杜阿米里杜，欢迎你们一起念来，三位。乌达呆拉嘎古伊鲁杜，嗯，好。阿米里杜，阿米里。哎，来，两位同学来跟上来。我去山上寻草陷阱，你们已经讲到那个寻草了，最后一个单，最后一个是底路，底路我们就完成了。好，来一二三，来我们直接接轨来。乌达呆拉嘎布伊鲁杜阿米里杜，好，换你们。伊乌达呆拉，乌达呆拉。米粒兔，好，来看我的嘴型，来，米粒兔，米粒兔，对，米粒兔，可以哈，好，最后一个来，那个陷阱，兔，底路，底路，底路，好。一二三四，我们直接接哦。先听行细说，因为刚刚我们一直重复重复，应该是有一点点的概念在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四个一二三四就直接接起来了。乌达呆拉嘎古伊鲁杜阿米里鲁杜迪鲁，来换你们。乌达呆拉嘎古伊鲁杜阿对，米粒兔土地路，对不对？好，这一句我问你们回答，等一下成熟了我就要点名了。我们现在是先一起在复习，一起的在学习，哦，等一下呢老师就点名了，你就点开你的镜头，我问你就回答，我说今天天气真好呀，你想做什么？你就回答我说，乌达呆拉嘎古伊鲁杜阿米里鲁杜迪鲁，可以哈？好，来注意听，我问你们回答，你们三个回答。等一下呢，我就一个一个点名。好，好，这个三百个人里面，我会抽三个，就是你们三个，你们三个，好，假装一下，我们里面有很多人，你们就是那一个三个被老师选出来的哈。来，帮扎古罗米阿阿尼尼，乌玛米玛安迪苏，来，你们要怎么回答？我去山上寻草陷阱，来，翻成主语来，三位同学。乌达呆拉嘎古伊鲁杜阿米里鲁杜迪鲁，哎呦，很厉害哟！对，好，我再念一遍喽，等一下就换你们喽。好，来，邦扎古罗米阿阿尼尼乌玛米玛安吉苏。乌达呆拉嘎古伊鲁杜阿。米粒兔，米粒兔，土地，土路，土地，好，土地路，地路，好，来，你们我们来，三位同学，你们镜头打开，你们自己猜拳，把你们的手势，你们要的那个剪刀石头布放到镜头，我要看谁输。他就是第一个，来，好了吗？你们自己三个，剪刀石头布，把你的最后一个手势放在镜头，我要知道谁输。来，你们三个来，剪刀石头是那个了吗？
少一个，好了吗？好，来点开啊，你们的镜头，为什么我看不到啊？少一个，蒙娜，你有点开吗？没有吧？有，蒙娜，你没有点开，对不对？有啊。好，来，你们三个来，剪刀石头布来。好，来，来，你们三个来，赶快，哈拉格顿，哈拉格顿，还是从最大的，要不要？这里面谁最大？啊，蒙诺，好，来，蒙诺，好，那就请接招咯。好，大哥哥嘛，对不对？大哥哥当然是要冲第一个，要保护弟弟妹妹啊。好，来，帮扎古罗米阿阿尼尼，乌玛咪玛安吉苏。嗯，我要去山上巡查陷阱，怎么说？我要去，怎么说？我要去。伊达呆拉伊鲁杜卡库，电脑乌达呆拉卡库，乌达呆拉，好，念一遍来。对，山上怎么说？你刚刚有念，鲁杜，伊鲁杜，伊鲁杜，好，去巡查怎么说？阿米里苏，阿米里苏，陷阱呢？陷阱，对，来，这整句来说来顺畅一点的，把两万套吧，满张。乌达呆拉伊，嘎古伊鲁多，嘎古。哦，然后呢？哦，然后呢？阿米里苏。阿米尼苏，乌迪路陷阱。对，你旁边有翻译机不是哦？该吃饭。好，来，那个林啊，跟那个嘎照那个比较大，同样都是五年级啊，没有七年级。哦，七年级对不对？对，七年级。那些是嘎照跟林啊，同样是五年级，哪一个比较大？你问他还有几号啊？是改造吗？生日哦，谁几月几号？那谁几月几号？我二月二十一啊，我2023年2月21。啊，二月二十一哦，那个零啊呢？哦，那八啊？那应该就是改造来，改造换你来，改造来。好，注意听，把聊号二聊拿过号。好，把这奥芬古里赞助信息，老师讲的，你帮我回答一下哦。方扎古鲁米阿阿尼尼，乌玛咪玛安吉苏，乌，旁边有翻译机呢。乌达呆拉嘎古，乌达呆拉嘎古伊鲁杜，乌阿米里苏杜杜。迪路，哎，很棒啦！再顺一点，来顺一点。你刚刚到了长滨就跌倒，都快要到白山安了。好，来，再来一遍，来。我打呆了。我去山上巡查陷阱，来。我打呆了，加固伊鲁杜，米里杜杜迪路。啊，夹真的很好听呢。我旁边的人一直在笑。好，来，林啊，来，换你喽。方扎古鲁米阿阿尼尼，乌玛咪玛安吉苏。老师说，今天天气真的很好。你想要做什么？然后你回答的是，我去山上呢巡查猎物，好，巡查陷阱。那请问翻成主语怎么说？好，来。对对对对，大声一点，大声一点。对，迪路很棒的，那个林啊，你真的是进步很多呢，从不敢到
真的是给自己一个勇气可以说出来哦。所以我们学习语言就是这样子，没有一下子就很厉害的。所以你在老师在教你们的时候，我也在学习，我们一起学习。好，来，那林啊，我们再念一遍哦，再念一遍，你刚刚念得很棒哦。好，来，再念一遍，来，我去山上寻草，陷阱怎么说？来，林啊。好，很棒哦，三位同学都真的很厉害。所以我们这一句呢，老师再复习一遍，我们就要到第二题咯。好，第二题哦。好，来，方扎古罗米阿阿尼尼乌玛米玛安迪苏，你要怎么回答我？好，请说，三位同学。三位同学，乌达呆拉嘎古伊鲁杜阿米尼苏，阿米尼苏。好，没关系，我一个一个来，我一个一个来。好，来，我先点那个摩诺，我丢一个球给你，你就接；我丢一个球给你，白专业就接；我丢一个球给你，严欣就接。好，我们再复习一遍，我们待会就到第二题哦。好，来，注意听，帮扎古罗米阿阿尼尼乌玛米玛安吉苏，来。刚刚的我们再复习一下来。乌达呆啦，嘎古伊鲁杜，阿美恩苏，对，古古鲁，迪鲁。杜迪路，对，迪路是陷阱哦，迪路是陷阱，很棒哦，自己加一点，认真一点。来，第二位同学，来，白公子同学，你们都是公子公主哦。好，来，帮扎古罗米阿阿尼尼乌玛米玛安吉苏，乌达乌，慢一点没关系，稍等，乌达迪。再一遍来，你刚刚那边的那个句很像不清楚，大白啦这个。好，再念一遍来，这一句再念一遍来。乌达呆拉，乌达呆拉，嘎古伊鲁杜阿米里，米里鲁杜迪鲁。很棒，来自己认真一点，来下一个言心。好，方扎古罗米阿阿尼尼乌玛米玛安吉苏，来。你要怎么回我呢？乌达达拉嘎古伊鲁杜阿米乌，对对对对，很棒。因为老师印象里，之前在大纲教会的时候，你都不敢开口说，对不对？现在真的是有进步很多。好，来第二句，注意听，天气很热啊。你想吃什么？注意听，天气好热啊！你想吃什么？就像现在一样哦，夏天，我想吃西瓜。好，西瓜对不对？你们最喜欢吃的。好，注意听，巴勒古鲁米阿阿尼尼，我们刚刚有讲过啊，邦扎古鲁米阿阿尼尼很好，可是。这个是热，所以我们只有改前面本来是仿照改成很热，把 alert 把 alert 古鲁米阿阿尼尼。好，你想吃什么？
Saka kumanao kisu tuma'an. 你想吃什么？萨卡库玛闹，萨卡库玛闹，吉苏杜玛安。你要回答我说，我想吃西瓜，我想吃西瓜。好，所以你就要说萨卡库玛闹，卡库杜里号。很简单，这个句子很短。我想吃西瓜，所以呢，翻成主语是。萨嘎姑妈闹嘎姑独立道。好，那我们先从吃开始。萨嘎它是前面，所以老师加了一个萨嘎。吃呢，想吃叫做姑妈恩，跟我念一遍来。姑妈恩，姑妈恩。姑妈恩，姑妈恩，姑妈恩。对，吃叫姑妈恩。刚刚老师有讲过前面那个啥嘎，因为你在想，所以你会说啥嘎姑妈恩。还没有讲完哦 ，now 就是一个我想要，你脑袋里面已经想要有东西了，我想要吃。你指定的就是谁那个西瓜，所以这一句我想要吃，跟星星念一遍来。萨嘎姑妈恩闹，萨嘎姑妈，萨嘎姑妈恩闹。好，注意听，你们算一下老师的音节哦，算一下老师的音节。萨嘎姑妈恩闹几个？六个。对，如果你待会说出六个，你就是对的，你少一个多一个都是错的。好，来，沙嘎，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好，姑妈嗯闹，来念一遍来。沙嘎姑妈嗯，姑妈嗯闹。对，想吃叫做沙嘎姑妈嗯闹。萨嘎姑妈嗯闹，你们的几个音节？孩子，六个，是吗？好，我们再念一遍来。萨嘎姑妈闹，萨嘎姑妈闹，来念一遍来。萨嘎姑妈闹，对，刚刚那个是谁？我弄好。啊，蒙诺拉，你再念一遍了，你刚刚念得很顺哦，六个音节讲出来。萨嘎姑妈恩闹，萨嘎姑妈闹。对，来换谁要挑战那个蒙诺？六个音节，想要，想吃。萨嘎姑妈恩闹。对。萨嘎姑妈闹是想吃，谁想吃我，所以后面叫嘎姑。萨嘎姑妈闹嘎姑，来念一遍，很简单。我想吃。萨嘎姑妈嘎姑妈闹，萨嘎姑妈。对，还有这个我。闹嘎姑。好，再念一遍哦。萨嘎姑妈闹嘎姑。萨嘎乌玛恩闹嘎姑，萨嘎乌玛恩闹嘎姑，姑对孩子来，姑萨嘎姑，萨嘎姑，可以吗？好来，萨嘎乌玛恩闹嘎姑，嘟，嘟，萨嘎乌玛，萨嘎恩闹嘎闹嘎姑嘟。对，所以前面那个没有问题哦，沙嘎。接下来呢，乌玛恩闹，好，在那边来，乌玛恩闹，可以吗？可不可以？可以吗？可以，沙嘎乌玛恩闹，乌玛恩闹，对，乌玛恩是吃。姑妈恩是吃，哦，可是后面加了一个凹。
好，我叫嘎布，所以呢，我想吃叫做沙嘎姑妈嗯闹嘎布，来念一遍来。沙嘎姑妈嗯闹嘎布。对，很棒。我要吃西瓜，来李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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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李浩是西瓜。李没有弹舌音，没有弹舌音，好、哦，所以是李浩，李浩，就像刚刚的李树，我们刚刚的，对，我们刚刚的那个巡查叫李树，对不对？可是这个叫李浩，李浩，对，滴滴滴，李浩是西瓜。对，所以呢，这一句，对，这一句是沙嘎姑妈闹嘎姑肚里闹，来念一遍来。沙嘎，沙嘎，沙嘎，只有两，只有我切两个，我切两个，注意听，第一个是沙嘎姑妈闹嘎姑肚里闹，第二个是肚里闹。沙嘎姑妈，沙嘎姑嘟嘟，李少，李少，对，可以喽，可以喽。好，注意听，整句的一二，我接起来，我接起来。我想吃西瓜，我想吃西瓜。沙嘎姑妈，闹嘎姑嘟，李少，换你们。沙嘎，沙嘎。姑妈闹，沙嘎姑妈跟沙嘎姑妈闹，沙沙妈好，沙嘎姑妈跟闹，哪来的跟闹啦？沙嘎姑妈闹，沙嘎姑妈闹，沙嘎姑妈闹，嘎布，李少。李少，好，可以喽，慢慢的哦，慢慢的要成型喽，好，很棒，我们即将要成型了，注意听，天气好热啊，你想吃什么？然后呢 ，B 他说我想吃西瓜，我翻成主语是我要问你们回答，把热咕噜咪啊啊你你。沙嘎姑妈闹，你是怎么按？你要怎么回答？沙嘎沙嘎姑妈闹嘎姑嘟嘟哩闹。哎，对对对，这个手势，我这个手势就是姑，因为你们刚刚差一点就走偏了。你们会讲说沙嘎猫是沙嘎姑妈闹，可以吗？可以吗？好，那我就从妍心这里开始哦，从妍心这里开始哦。妍心，刚刚我们现在是八国了，我们从后面，刚刚是大哥哥。那我一定就是中间。好、啊，是中间的吗？好，那中间的白中佑，请出头，不要请镜头打开，镜头打开。好来，我说八。这个罗密阿阿尼尼，是个古玛闹，其实古玛安。沙嘎乌玛，沙嘎乌玛，沙嘎古，沙嘎古玛，沙嘎古玛，沙嘎古。对对，沙嘎古玛沙嘎古玛嗯啊。对。嘎古，杜里，哎，杜里少。对，你家里有西瓜吗？你可以跟爸爸讲说是嘎姑妈闹嘎姑肚里闹，对不对？所以刚刚的那个呃就是我们的母音，嘎糟啊呃以哦五的呃，所以你会对对，它只有一个，注意听，妈妈本身就可以构成一个音节，所以是沙嘎姑妈闹嘎姑肚里闹，再念一遍来。我等下就放过你，好来，把热咕噜咪按阿妮妮，沙嘎姑妈闹起是怎么按？沙嘎沙嘎沙嘎
Sukuku. Oh, sakakuma. No. No. Kaku. Kaku. Tu tu di flow. 你为什么要笑？从来不算。赶快，重来。Sakakuma. 来，来认真认真把这个六个音节讲出来，不要那么急，来，不要那么急，来。Sakakuma ngao kaku tu di flow。对 ，now 没有 ng 哦，没有 g， now 不是 ngao 哦，很棒哦，自己认真一点，自己记下来。林啊，换你了，我相信林啊已经准备很久了，对不对？林啊，不要怕，没有再怕的。哦，你讲错，你又有一次机会，因为老师会重新教你，你讲对了。很快就刷过去，就下一位了。所以呢，你讲错，老师会给你一次机会，因为老师会再次的纠正你讲的，就是你讲的，你赚到了。好，来注意听哦。巴勒古鲁米阿阿尼尼斯卡古曼诺基苏杜马安，我想吃西瓜。好，我先念一遍哦。好来尹西林啊可以吗好来盖朵沙嘎乌马恩闹咕嘟嘟闹对沙嘎乌马恩闹咕嘟嘟闹很棒啊好我们再念一遍这个我这个想吃想吃哦来沙嘎姑妈呃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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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怎么说不沙姑姑姑很棒，对，李道，李道哦，所以我想吃西瓜，怎么说了？再念一遍来。沙嘎乌马恩闹嘎布苏里拉。对，很棒。所以你想吃，你就跟你的爸爸妈妈讲，后面这个水果，你都可以改变做变化，不见得是西瓜哦。所以老师不要。拿很多的东西丢给你们，我怕你们会记不起来，哦，所以不要丢太多的东西给你们，我们一个一个来，来，母诺来，最辛苦的孩子了，母诺，现在是单身汉的母诺，自己照顾自己，太棒了哦，孩子，来，有来，巴克古鲁米安阿尼尼，斯卡古曼诺基苏杜马安。我想吃西瓜。妈，嗯闹，不，嘎布，苏里闹。对，来再念一遍来。嘎嘎布妈嗯闹，嘎布，苏里闹。苏里闹，哎，对哦，这里还有一个叫素贞，素贞也是我们的学员吗？还是谁的家长在里面旁听？素贞可以讲话一下吗不在里啊不方便了、哦。好那没关系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来第三句好第二句我们再复习一遍哦。一二三同学你们自己刚刚的认真点你们自己加一下哦因为老师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可以记，你们自己记一下哦。好，来注意听。巴勒古鲁米阿阿尼尼斯卡古曼诺基苏杜马安，你们要怎么回答我？来，我想吃西瓜，怎么说？乌马恩闹嘎布，对，要复习一遍哦。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第三。
这个也很简单，因为这几天还好哦，台风没有扫到我们北部，可是有时候会零星的那个雨哦，像在我们这里，所以呢，外面在下雨，我们该怎么办呀？这个是我要，这是我的，对不对？你们要回答我说，我们就在家里看电视啊。哦，外面下着雨，我们该怎么办呀？我们就在家里看电视，所以呢，马奥拉古巴布达，马安汉杜努米达。好，我说我们该怎么办？马奥拉古巴布达，马安汉杜努米达。你们要回答我说，伊鲁马萨吉达，我们就在家里。啊，米能弄，很简单，我们切三个就好了。所以听哦，伊鲁马萨吉达阿米能弄杜迪里比，我们就在家里看电视。哦，伊鲁马萨吉达阿米能弄杜迪里比，我们先认识一下几个单字。我们先认识几个单字，因为前面几个老师的家，请问一下，谁知道家怎么说？点开麦克风。妈、啊。对，很棒，母妈。哦，严欣跟那个摩诺那加一点，认真一点。对，鲁妈，鲁妈。好，所以我们，哦。所以我就直接来猜喽，伊鲁马萨吉达，伊鲁马萨吉达，来念一遍来，伊鲁马萨吉达，伊鲁马萨吉达，对，伊鲁马吉达是两个人以上，我们两个人以上，这个叫做包含，就是第二人称的代名词。这个老师先不要解释，我只是跟你讲说。他们可能是两个人以上，所以叫吉大，吉大，哦，还有分一个吉大是我们，那个叫做第一人称，我们先不管。可是老师现在教的是吉大，是我们，哦，吉大，米大，对，米大又不一样哦，米大是第二人称，吉大是那个，吉大是第一人称。好，伊鲁马萨吉大，汉叫米能能。咪能能，跟我念一遍来，看咪能能，咪能能，对，电视叫迪丽比，迪丽比，好，注意听哦，对，家怎么说？鲁妈，看，怎么说？能能，哎，咪能能，电视呢？迪丽比，哎，我已经猜了，那我们现在接起来哦，注意听。伊鲁马萨吉达阿米能能杜迪里比，我再念一遍，伊鲁马萨吉达阿米能能杜迪里比，顺一点是伊鲁马萨吉达阿米能能杜迪里比，可以吗？可以哈。伊鲁马萨吉达。对。阿米能能杜迪。阿米能能杜迪里比。对，米能能读 TDP， 来那个林啊，电视怎么说？米能能读 TDP， 对 ，TDP 是电视，对不对？好，注意听，马奥拉古巴布达，马安汉杜努米达，你要帮我回答的是。伊鲁马萨吉达阿米能能杜迪里比，可以吗？好了，你们再念一遍来，整句哦，整句哦，这个很简单。好来，好来念一遍来。伊鲁马萨吉达阿米能能杜迪里比，答对了。可是你不要那么激动，来说一点，来说一点。伊鲁马，伊鲁马萨，要一阿吗？要啊，没有，是第二个才有阿，看电视阿。伊鲁马萨吉达，米能能读迪里比。很棒，真的很棒。好，来，莫诺，来，
每个人都要念一遍，我们就等一下就中途休息十分钟，我们准时八点休息。好，来，你们呢？来。我们就在家里，对，对，看什么电视？好，整句来，再念一遍来。对，一路马萨吉达阿弥那能多提里费，对不对？也可以说一路马萨吉达阿弥那能多马安埃嘎埃嘎电影，对不对？好，来，妍希，妍希，可以哦。好，老师念，老师问你回答我。好，马奥拉古巴布丹，马安汉多努米达。哦，米达是我们，米达是我们，它是第二人称的米达，它也是包含。可是你要回答的是你们，你们那边的我们，所以第一人称的叫给，所以你要回答我说。一路马萨吉达阿弥那能多提里费，来换你来念一遍来。一路马萨吉达阿弥那能，弥那能，弥那能，都电视叫提里费，提里费，可以吗？对，提里费。那对啊，下雨天我们就在家里看电视啊。好，再念一遍来。伊鲁玛萨吉达阿弥那能多提里费，来换你。伊鲁玛萨吉达阿弥那能多提里费。对，伊鲁玛萨吉达阿弥那能多提里费哦，很棒。我们这一节我们教了三句哦，教了三句。你们三位学员真的很棒哦，肯说都不会怯场，很棒。那我们就现在应该是八点，我们就准时哦，八点到十分再进来上第二节课，可以吗？好，先休息啊，好。
回来喽，孩子们，回来了。哦，回来了。好，我们再撑一下下哦。这是我们的第二堂课，所以还是一样衔接，这是天气与活动哦的这个单元。不好意思，它有十句哦，可能我们会不可能在这个十句里面全部都教完哦。最主要的是你们吸收了多少，这个才是重点。好，来第四句是这个更简单。哦，刚刚是下雨，现在是雨停了，你在哪里等我？哦，雨停了，你在哪里等我？我在101大楼等你。我在101大楼等你。所以你们回答我的真的是很简单。好，注意听。多么热多过欧拉你住啊给书阿米达拉嘎古难。雨停了，你在哪里等我？你回答我的是我在101等你。好，这个里面的关键字单字我觉得都没有。可是我先把这个米达拉就是等。啊，跟我念一遍来，米达拉，米达拉，对，米达拉，还有一个，对，吉苏难，吉苏难，吉苏难是你哦，所以总共我切三等份。这一句的意思就是说，我在101大楼等你，我分成三等份。第一个是一。101嘎咕，很简单，对不对？101嘎咕，对。阿米达拉，阿米达拉，吉苏难，吉苏难，对啊，就这样子啊。第二人称，我刚刚讲的嘎咕难，所以我刚刚讲了，雨停了，你在哪里等我？多么热多过欧拉，一句话吉苏阿米达拉嘎咕难，嘎咕难也是第一人称，对不对？你要回答我说。我在101大楼等你，101嘎咕阿米达拉吉苏难，可以吗？好，来，101嘎咕三等份，第一等份我已经讲出来了，101嘎咕来念一遍来。101嘎咕，好，阿米达拉，第二个，阿米达拉，对，第三个，吉苏难，吉苏难，对，所以我们把这个三个。连接起来就是说，101嘎咕阿米达拉吉苏难，可以吗？101嘎咕米苏难，米达拉，米达拉是等，阿米达拉，你怎么说？吉苏难，吉苏难，对，好，来，注意听哦，多么热多个欧拉，一句话吉苏阿米达拉嘎咕难。你要回答我说101嘎咕阿米达拉吉苏难，可以吗？可以哈。好，来，三位同学来点开你们的麦克风，我问你们回答，可以哈。好，来，注意听哦。多么热多个欧拉，一句话吉苏阿米达拉嘎咕难，请回答。一或者是我在 A8 等你啊，我在长庚医院等你，长庚医院嘎咕阿米达拉吉苏难都可以，好，可以吗？可以哦。好了，我再念一遍哦，你帮我回答，你就说我在101的大楼等你。好，来，多么热多过欧拉，一句话吉苏阿米达拉嘎咕难，来换你们。我在101等你啊，我在101大楼等你啊，怎么说？101嘎咕，阿米达拉，阿米达拉，
Kisunan. Kisunan。对 ，Kisunan。来，那个妍心，好，你帮我回答哦。Tumurup tuku ora icua kisu amitala kakunan。林啊，来，我在101大楼等你。换成主语怎么说？我刚刚显示有讲三等份呢、啊。101嘎咕阿米达拉迪苏瓦难接起来，101嘎咕阿米达拉迪苏瓦难，可以吗？会不会太快？好呢，哈吉盖古扎加努信息。好，来聊文化过后，聊文化过哟。好，来，请细说。多么热都不偶然，一句话结束阿弥达拉，噶古难。你要回答说，因为这个地点前面一定会加一，就像我们的家，伊鲁玛，伊鸟热，一。巴布大外面，所以时间地点前面都一定会加一个一，所以这个101它也是很大的一个目标，看得很清楚，所以一定前面的一定会加一个一，你就说在101就是在的意思，我在101等你，翻成主语是101嘎咕阿米达拉比苏纳，来换你们来，妍心来。念一遍来，林啊，来，等怎么说？来，米达拉，米达拉，对，你伊苏难，伊苏难，对，来，再接来，101嘎咕阿米达拉伊苏难。来，念一遍来，101，可以吗？大声一点。101的一，你的难，你的难。对，你的难，对不对？来，摩诺，刚刚有点到你吗？有。那只剩下白中佑来，白中佑来注意听。Tu merep tu ku urat itu wa kisu amitala kakunan. I kaku amitala kisuna. 很棒耶，你去过101吗？没有。哦，我们在下面拍过，在下面拍过照。是吗？这么棒哦！啊，你爸爸有没有带我们去啊？对不对？我去过两次，但是没有上去过。哦，没有上去，没有进去，没有进去，就经过而已，对不对？经过。我们有在下，我们有下车拍照。是你们学校还是你爸爸？一次是爸爸，就是，一次是爸爸带我去那个，带我去那个。一次去哪里？去台北。确定是哦。确定呢、啊？对，所以下次呢？老师讲说，哎，我在101等你，对，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我说，哎，多么热不热？我让你坐的是米达拉嘎古难，你就要说，对不对？来，三位同学，我说，多么热不热？我让你坐的是阿米达拉嘎古难，你们要怎么回答我？来，同学，来，三位同学，101嘎古，101嘎古。阿米达拉基苏纳，米达拉，米达拉，阿米达拉，对，米达拉是的，很棒呢，你们的听力越来越棒呢，你们接到的讯息很快就可以讲出来呢，这表示你们对语言这个这语言这方面很棒哦。好，来最后第五句，其实这个也很简单。老师出的题目都很简单，他又很句子都很短，可是你要认识的就是他的词汇、他的单字。好，
刚刚是雨停了，现在是特别的凉，天气有点凉凉的，我就会说你想喝点热的吗？好、哦，今天特别的凉，你想喝点热的吗？好、哦，所以翻成主语就是说 summer 아니니미나놈기수도바얼뜻대바얼뜻대是热的，好、哦、热的，미나놈就是喝，你要喝点热的吗？哦。Summer 아니니미나놈기수도바르다你就要跟我说，嗯，那我们去喝热牛奶。好，我说今天特别的凉，天气哦，我就说你想要喝什么，你就说那我们去喝热牛奶。所以呢，嗨，마디라，走，就是当，这个很口语化哦，注意听。嗯，就是哈意的意思，马蒂拉，好啊，哒，好，米纳弄，给哒，都，米纳弄是喝，米纳弄是水，可是我们有很多的解释方式，我们喝也是叫米纳弄哦，我们喝也叫米纳弄，所以我们叫给哒，把二十代是热的什么，米露固是牛奶。米露固是牛奶，所以整句来说是哈伊马蒂拉达走，那我们去喝热牛奶。好，我再解释一遍哦。今天特别的凉，你想喝点热的吗？我翻成主语是说 summer 아니니미나놈기수도바르다，你要喝热的吗？你要回答我说哈意，这个很简单，哈意，这样子的话马蒂拉达走啊，米纳弄吉达都，我们喝，我们喝米纳弄吉达都，好，把二十代是热的，把二十袋是热的，牛奶叫米露固，牛奶叫米露固，所以整句来说是，嗯，那我们去喝热牛奶，嗯，那我们去喝热牛奶，翻成主语是哈伊马蒂拉达，米纳侬吉达都八十袋米露固，跟我念一遍来，一个一个我猜一。二三也是三哦，好，来，我猜三等份，好，第一个跟我念一遍，哈伊马蒂拉达，哈伊马蒂拉达达，好，哈伊马蒂拉达达，第二个，米纳侬吉达都，米纳侬，米纳侬吉达。我们对米纳弄吉达都好热的很热，八二十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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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牛奶米露固，米露固八二十代米露固八二十代米露固，好，对，来，两位同学来，再给我念一遍来，哈伊马蒂拉达，来念一遍来，我们分三等份，哈伊马蒂拉达，好，第二个，米纳弄吉达，米纳弄吉达，都，米纳弄吉达都。米纳弄吉达都，你看我的手势都出来了。米纳弄吉达都，米纳弄吉达都，我用这个，对，我用这个手势就是我们嘛，所以我就说米纳弄吉达都，米纳弄吉达都，好，发二十代，发二十代，米露固，米露。
米露库是牛奶哦，对，米露库，你们喜欢喝牛奶，对不对？是不是？多。好，总共三等份，我们现在连接。其实老师想要比所以，对不对？哈伊马蒂拉大，哈伊马蒂拉大。对对，马蒂拉。如果这样的话，走的意思，马蒂拉大。如果这样的话，走。都说好啊，我们去喝热点。哦，热点，热的牛奶。哈伊马蒂，哈伊马蒂拉大。大。然后呢？喝米娜弄吉他，对，米娜弄，米娜弄吉他，嘟嘟，八二十代，八二十代，八二十代，米库米里米鲁库米鲁库，对，牛奶。热牛奶叫巴尔代米卢库，来跟我念一遍来，巴尔代米卢库，巴尔代米卢库，米卢库，对，米卢库牛奶，好来注意听哦，我等一下就要点名了，哎，刚刚是一二，现在是严欣第一个，对不对？是不是零啊？好来，什么啊你你，米那弄给他都巴尔代。我们喝点热的，你们就回答我说：“嗨，马蒂拉达，你那弄都把这带你路过，可以吗？”嗨，马蒂拉达，你那弄给他都把这带你路过，这样可不可以？我已经切了。嗨，马蒂拉达。Minanum kita tu pak letai miluku. Yingxin, 可以吗？可以接了吗？好，来，可以哦，来跟我念一遍来。我说，什么啊你你 ？Minanum kita tu pak letai， 我们喝点热的饮料。好，你就说，嗯，那我们去喝热牛奶。你就回答我说，好意。马蒂拉，哒，米那弄给他都把这袋米露过，米露过就是牛奶，把这袋是热，所以热牛奶叫把这袋米露过，可以吗？好，跟我念一遍来，哈伊，哈伊，马蒂拉，哒，马蒂拉，哒。哇，你很会弹舌呢！米那弄给他读，米那弄给他读读把耳的带，把耳的带，米露库，米露库，好，来再念一遍哦，哈伊马蒂拉达。米那弄给他读，把这带米露过来换你。对。米那弄给他读，把这带。读把这带。嗯，牛奶怎么说？米露库，对，很棒哦，妍希你越来越棒了呢，真的都不会怕了呢，即便说错，然后老师纠正你，你还是这样子可以讲得很好哦，不错。来，下一位白中佑小朋友，我说。什么啊你你米那弄给他米那弄给速度发不带你要怎么回答我白中佑好意好意如果这样的话马蒂拉大马蒂好意马蒂拉大米米米那
미나는 나는 미나는 기다도 미나는 기다도 바스타이 야 牛奶 미루쿠 미루쿠 好，来整句，来再完整一点，来完整一点。海一，这样子的话，马蒂拉达。米娜弄给他读热的东西，热的把二十袋热牛奶怎么说嘎燥牛奶带米露古，瓦尔的带米露杜，米露古，哦米露古，对，来再念一遍来，那个么，你看哦，米纳弄，它的前后的么发音不一样，来，孩子们，我们看一下，我们听一下，米纳弄开头的么是，你看哦，是嘴巴张开的么。么一咪，可是后面的么是嘴巴闭起来的，所以是咪那弄，对不对？咪那弄么后面是嘴巴闭起来的。好，来刚刚那个嘎噪的哈，来再念一遍喽。好，一马蒂拉哒咪那弄给他都发是带咪路过，来嘎噪换你。还一马蒂拉大米南弄我们米南弄发热带，对，发热带，都咪，发热带咪鲁古，发热带咪鲁古，对，很棒哦。刚刚两位同学，你们自己记一下，认真一点。来，最后一位同学来，莫诺，好，注意听哦。Sama anini minanum kita tu fa'atetai. Minanum kisuku fa'atetai. Minanum kisuku fa'atetai. 那我们去喝热牛奶怎么说？一马蒂拉扎。对。Minanum kita. I fa'atetai milu. 好。Fa'atetai.牛奶怎么说？米露古。对，哦对，还有一个阿米露古哈，来，我们再念一遍哦。哈伊马蒂拉达，米纳努吉达杜法德代阿米露古，来，再念一遍来，可以吗？马蒂拉达，米纳努吉达杜法德代，米鲁古，好，很棒哦。我们第六句，注意听哦。刚是天气冷了，天气很快就变暗了，所以呢，天已昏暗，我们在哪里聚餐？那应该就是晚餐了哈。哦，晚餐。哦，然后你们就要回答我说，我们。在一间刷刷锅聚餐，刷刷锅我们就直接用
呷哺呷哺，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它这里是嘎沙欧布安，嘎沙欧布安是餐厅，哦，在一间，嘎古玛难就是餐厅嘛，对不对？我们在一间餐厅，哦，所以呢，这一句老师会问说，马鲁任是有点暗了，哦，就是黄昏，昏暗。叫做 Masurum Gurumiar， 一句话古 Gasa Ufuan Ita Akuma En， 天气暗了，有点暗了，我们在哪里聚餐？哦，聚餐，所以聚餐叫做 Gasa Ufuakuma En， 聚就是聚在一起，所以 Gasa Ufuan 有一个地点。它的地点就是在呷哺呷哺刷刷锅那个地方，啊，古玛恩。所以这一句老师会问说 ，Marulum Gurumiar， 啊 ，Marulum to Gurumiar，Marulum to Gurumiar， 一句话古 ，Gasa Opuan Ita Akuma En， 我们要在哪里集合，然后去哪一间的地方聚餐去吃？好，他说了。我们在一间刷刷锅聚餐。好，来刷刷锅，来跟欣欣念一遍，来呷哺呷哺。这个应该呷哺呷哺，呷哺呷哺就刷刷锅不是吗？好，这是日文对不对？所以刚刚老师欣欣有讲过，这个时间地点前面一定会加一个一，所以是一呷哺呷哺。一个小布，古嘎沙乌布安是聚在一起，来跟我念一遍来，嘎沙乌布安，嘎沙乌布安，嘎沙乌布安就是集合嘛，对不对？对，我们叫一大，我们嘎沙乌布安一大，对，我们刚刚的第一句不是有教过吗？那个。沙嘎古玛恩闹，这里的吃叫古玛恩，古玛恩，古玛恩，所以我直接猜两个就好了，注意听，我猜两个哦，两个，哦，注意听，一呷哺呷哺古，啊，跟我念一遍来，一呷哺呷哺古古，好，第二，来。嘎沙乌布安伊达阿古玛恩，嘎沙乌吉达，嘎沙乌布安伊达，嘎沙乌布安吉达，阿古玛恩，古玛恩，对，我们在一间呷哺呷哺哦，刷刷锅聚餐，所以它的主语是说一呷哺呷哺古。嘎沙乌布安伊达阿古玛恩，这个也是很短很短。好，再跟我念一遍来，伊呷哺呷哺古，伊呷哺呷哺古，对，嘎沙乌布安伊达阿古玛恩，嘎沙乌布安，嘎沙母音五，注意听，这个里面有几个音节，嘎沙乌布安。嘎沙乌布安五个，对，五个，这五个里面就有一个母音，它就是构成一个乌。你看哦，嘎沙乌，嘎沙乌，啊，二一二五，哦，嘎沙乌布安一哒啊，古玛恩，可以吗？我已经切了，第一个是一下不下不孤，嘎沙乌布安一哒乌布安。乌马恩，乌马恩，嘎沙乌布安，嘎沙乌布安，集合的地方，对，集合的地方，嘎沙乌布安。老师，嘿，老师，我想去上厕所呢，有点。好，没关系。好，来，整句来说，等一下呢，我们就一个一个点名。好，其实这个很短。刷刷锅叫呷哺呷哺，呷哺呷哺，
集合的地方叫嘎沙乌布安，嘎沙乌布安，对，吃叫古马恩，乌嘎沙啊，对，所以这一句来，这一句说我们在一间刷刷锅聚餐，一下不下不顾，嘎沙乌布安一大阿古马恩，来念一遍来，严心跟那个嘎照来，一下不下不。下不下不姑，嘎沙乌布安，嘎沙乌布安，伊达阿古马恩，伊达阿古马恩，可以吗？李亚文豪，哎，李亚文豪很棒，你这个招好，李亚文豪挂号，那我就少说点咋姑，少说点怎么讲，沙拉拉阿扎阿苏木哇，对不对？沙拉拉恩阿扎阿苏木哇，好。一下不下不顾，嘎沙乌布安一大阿古马恩，可以吗？嘎沙什么啊？嘎沙乌布安，嘎沙乌布安一大乌布安一大阿古马恩，古马恩，嘎沙乌布安一大古马恩。对，古马恩安安安安安安，可以吗？嘎沙乌布大，嘎沙乌布安，嘎沙乌布安，一大是我们一大，嘎沙乌布安，一大，嘎沙乌布安一大，一大，一大，对，阿古马恩。嗯、好，来整句来，妍希来跟那个摩诺来一起来，我们在一间小不小不啊，我们在一间刷刷锅聚餐，来念一遍来。一小不小不，一小不小不都姑，嘎沙乌不，嘎沙乌不安，对，嘎沙乌不安，嘎咪，一大一大，我们一大。来，谁会吃？怎么说？吃，吃，来，姑妈恩，啊，姑妈恩，是啊，又忘记了。姑妈恩，好，可以哈。好，这一句来，好，我先念一遍哦。我问，你们回答我哦。我问。蒙阿哥，聊问候，好，噶古阿幺号，把早分古米的在亚努马古号，马鲁森，马鲁森都古罗米阿，伊做古噶萨奥布安伊达阿古马恩，伊下不下不，对，伊下不下不，古噶萨奥。不安，嘎沙乌不安，啊，古马恩。对，也可以，嘎沙乌不安一大，少一个我们。三个乌。嘎沙乌不安。嘎沙乌不安，嘎。希腊没有吗？就像啊，有人有我们的部落有没有在广播的时候，被邓英国说，妈妈罗嘎巴不是吗？这个时候那个巴嘎龙那叫干嘛？是不是要嘛扫布了？要集合，所以他们嘎扫布案就是在活动中心呐、啊，所以活动中心是他们集合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叫做嘎扫布案，可是我们只是换个地方。我们的小不安是在下不下不，可以哈。好，来，谁先？东佑、严心跟那个莫诺。不要开始太恐怖了。大少，那个我们要怎么讲啊？什么东西啦？来，我们在一间刷刷锅聚餐。嘎沙就是嘎沙乌布阿的后面就是那一句，那怎么讲？古马恩，一大一大一大我们。一大一大。对，我要先。好，孩子注意听哦，我们在一间刷刷
锅聚餐，我们叫比大，所以呢，对，可以吗？可以。好了，我先念一遍哦，你们要回答，我先念，然后待会就换你们。马路人都过了米啊，你做啊过个啥奥布安？伊达阿古马恩，你们就回答我说，伊下不下过过个啥奥布安？伊达阿古马恩，谁先？我先。好来哟，那么厉害，来。伊下不下不过过过。集合的地方。个啥奥？嘎沙乌布安，嘎沙乌布安，我们，伊达嘎沙乌布安，伊达伊达伊达，我们讲好的，我们对，伊达啊，姑姑，姑姑妈恩，姑妈恩。好，我再念一遍哦。等下就是摩诺，然后是那个林奥，注意听。伊下不下不古嘎古玛啊，伊下不下不古嘎萨奥布安伊达阿古玛恩。来，白中用来补一下你刚刚的。伊下不下不古嘎嘎，集合的地方。嘎苏。嘎沙，嘎沙，嘎沙乌布安，嘎沙乌布安，吉大，吉大，对，吉大，吉大，吉大，啊，是怎么说？你。吃，姑妈，姑妈恩，对，姑妈恩哈，来，你帮我来问对，来换你。马苏生都古罗米阿，报告老师，报告，我那读嘛耶？哦，好来，那个妍希来，那个林啊，点开你的麦克风，可以哦，林啊最棒了，最听。好，马路人都过了米二，一坐啊过，加上不安，一打阿古马恩，你要怎么回答我？我们在一间刷刷锅，哦，聚餐，来，你要怎来？请说。一下不下不。下不下不。古。加上乌布安。一大五不按，一大，我们啊五马摁，五马摁，可以哈，来，我们再念一遍哦，来跟喜欣念一遍，来，一下不下不，一下不下不，姑，姑，嘎沙五不按，嘎沙五不按。一大，一大，阿古马恩，阿古马恩，古马恩，古马恩，对，来换你喽，你自己再念一遍喽，来，打比数吧，打比数吧，一什么？好，我念一遍，我问你哦，你回答哦，哈，好来，马路人都过了没啊？一组啊，一组啊。啊，伊做阿古，加沙奥布安伊达阿古马恩，我们在一间刷刷锅聚餐，怎么说？伊下不下？对，下不下不？下不下不？古加沙奥布安，古加沙奥布安，伊达我们，伊达。伊达啊啊，我的啊，古马恩，古马恩，对，你讲话也太大声了吧？好来，
那个摩诺还在上洗手间，那我们就直接跳到第七。这个第七，像我们东部在台风前，也不是说台风前，它的温度有时候高到焚风，有焚风。我们台东哦，东部哦，有焚风，所以呢，焚风叫做鲁瓦夫。今有焚风，为什么不能出门？我说今天有焚风，为什么不能出门？你就要跟我讲说，外面的风很热，哦，高达差不多40哦，很烫哦，哦，注意听，焚风叫鲁瓦。记录啊，阿尼尼，闹着哀，干啊哀啊，玛莎拉，这个是我要问你们的。哦，今有焚风，为什么不能出门？记录啊，阿尼尼，闹着哀，干啊哀啊，玛莎拉，你们要回答我，很简单，外面的风很热，因为外面的风很热。我们一样切三等份。闹哈尼发热不发力努巴不大了。闹哈尼发热不罗米啊发热不发力努巴不大了。哦，外面因为外面的风很热。好，先跟我念一遍来。因为外面哦，我这边我就直接讲说闹哈尼。因为所以，哪个我念一遍来？闹喊你，闹喊你，对，闹喊你。刚刚我们讲过啊，热怎么说？热牛奶怎么说？还记得吗？发热。对，对对对，发热。风呢？风呢？不知道，忘记了。风叫法力，所以法力热的风，发热的法力。跟我念一遍来，发热，对，风很热，那个风很热，我们讲说是鲁瓦夫是焚风，哦，热的风叫做鲁瓦夫是焚风，所以呢，闹喊你发热不发力，来到这里来，我们从一二怎么念，来怎么接。闹哈尼，闹哈尼，对，来，风很热，焚风，对，焚风就是鲁旺，对，所以我刚刚讲啦，吉鲁旺阿尼尼，今天有焚风啊，闹在刚刚埃阿玛萨法，为什么不能出门？你就回答我说。因为外面的风很热，哦，因为外面的风很热，哦，来，闹喊你发热不发力，什么的发力？他那边有写外面 ，no， 好，来，外面跟我念一遍，来，发不大了，对，所以我分三等份呢，闹喊你发热。不发力，努巴不大。来，念一遍来。闹哈尼，发热古。发力。发热古发力。努。外面。努。不大。发不大。好，注意听哦，孩子们。我先把几个单字教给你们。闹喊你，因为好，这个发热，你们刚刚有教过了。发热，现在老师教给你的是风，法力。好，风叫法力，外面叫巴布达尔。所以外面的风很热，为什么不能出门？因为吉鲁瓦有焚风，所以他说今有焚风，为什么不能出门？
因为外面的热，外面的风很热啊，你干嘛出去，对不对？好，所以整句来说是 now honey发热不发力努发不大了，结束。now honey发热不发力努发不大，可以吗？我已经切三等份喽，然后我也接喽。你看哦，第一个 now honey发热不发力努发不大。接起来是 now honey fa le gu fa li nu fa bu da， 可以吗？可不可以？有没有问题？啊？可以。好了，可以。谁先？这个讲完应该就结束了。是谁？你们的是谁？我。嘎扎。好重要。嘎扎来，嘎扎来，注意听。si luaf ani ni now za ai gan ga ai amasasa。now honey， 鼓要加鼓吗？不用，不，前中间才是鼓啊。因为法乐鼓法力，努外面发不大，对啊，葡萄发不大。好，再接一下来，再顺一点来，再顺一点来，顺一点。好，我在那边哦。记录啊，阿妮妮 ，now 这 I 刚刚 I 阿玛莎拉，你要怎么回答我 ？Now honey， 忘记了。热怎么说？发热，发热古发力，发热古发力，发热古发力，努摆不大。好，跟我念一遍来，外面摆不大，摆不大。对啊，葡萄叫不大不是吗？加一个外，这一个八就是外面啊，摆不大。好，来蒙诺来追他哦。好，可以哦。来，那妍心跟蒙诺，来，你们一起来追听。记录啊，阿妮妮，闹着爱刚刚爱阿玛莎莎。来，点开你们两位的麦克风，可以吗？两位同学，我管你。老师不发力。不大，对 ，no。好，再念一遍来，再念一遍来，我再听一下来。那我喊你，发是不发力 ，no 发不大。对，很棒哦！刚刚两位同学，你们自己认真一点哦，我没有再记哦。来，最后一位来，林啊，好来，记录啊，阿妮妮 ，no 在刚刚 I 阿玛莎拉。来，妍心，因为怎么说 ？Now honey。Now honey。发热不发力。发热不发力。对 ，no。no 发不发。对，来再念一遍，来完整一点，来顺一点，来，你来做个 ending， 你来做个结束。来，注意听哦。记录啊，阿妮妮，闹着爱刚刚爱阿玛莎莎。外面的风很热，翻成主语怎么说？来，闹，好。这三位同学，你们都加了一个，就是认真一点，你们自己算，你们自己报上来，因为线上的老师有人会帮我记。哦，我们下一周可能是最后一堂，可能你们会收到讯息，这个就是你们的奖励，你们要自己要关注哦，搞不好就是我们的那个 seven 的那个礼券会送到你们的家。哦，
好，那我们今天就教到这里哦。今天老师教给你们的不要忘记，你们可以再复习再回想一下，如果真的忘记的话，我们可以在群组里面打出你的疑惑，老师会帮你们解答，这样可以吗？可以。好，可以，那我们今天就教到这里咯。好了哟，阿来，谢谢，阿来，谢谢，好，阿来哟，好。